这两天我看到了一张图，我发现居然已经有玩家抢先一步做了狗的 mod。 这个狗可不是 HY 里面那种不会动的狗。首先，这个 mod 的狗只会刷在四个原始出生城。经过我的测试，我发现在消防局、警局以及民宅遇到的比较多。狗遇到丧尸会自动跑开，也不会被攻击。要驯服它，我们需要搜刮到一种叫做栓带的东西，然后接近它，右键驯服，会有20%的几率成功。你看到弹出命名窗口就是成功了，然后健康页面就会多出一个宠物栏，可以在这里看到狗的生命值和饮食需求。平常它会自动跟随你，你也可以给它下达一些命令，像是待在原地或者到附近侦查。我看简介说最多可以养3条狗，不过目前还没有太多特别有用的功能，只是相当于一种解闷的手段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好啦，今天就是分享一个小发现，我是你们的 AL， 我们有缘再见。